矮林之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内西岸的索松村，有一处隐蔽的观景点，名曰魔鬼头。这里除了是南迦巴瓦峰的理想观赏点，还可俯视到雅鲁藏布江的小 S 湾。在这里，从最高处到雅鲁藏布江河床底部。最高落差达到6000米，站在河谷的一侧，仰望这座林芝最高的雪山，震撼感无与伦比。山峰超高的落差和峡谷的大气，唯美的风景，令人叹为观止。